有一个26岁的阿健呢，5年前跟女网友小云同居了1年，生下了女儿娃娃。结果阿健呢帮女儿要报户口的时候，才知道小云不久前才刚刚离婚，所以法律上呢，这个小娃娃应该算是小云前夫的孩子。但更惨的是呢，小云产后3个月就不告而别。这4年来呢，阿健为了让女儿认祖归宗，用尽了各种的方法，请柬的过程就好像是电影的《不能没有你》的翻版一样。